谢谢大家。然后，因为我刚刚上去太紧张了，然后，我有一段忘记说到，是我很谢谢我的干妈郎姐郎祖云，让我知道表演是一件这么有趣的事情。这是对我来说，她是我的启蒙老师，是带我进来认识表演的，我非常感谢她。我刚刚太紧张，完全忘记讲这个了。其实我觉得拍下半场非常幸福，是因为宝旭姐她给我们非常大的前置时间，让我们可以真正进到一个球员的状态，让我经历了一个球员最重要的受伤。我觉得这是他虽然是意外，但是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，因为在那个过程我学会了怎么面对挫折，这在秀宇身上是一个非常大的成长。然后我很谢谢阿吉导演，他在现场其实没有特别什么表情，也没有特别对我们有任何的关怀，但是我在他身上学到非常多。最后是我非常感谢朱轩阳，就是在电影里面饰演弟弟的江同豪，没有他就不会有江秀宇。